下了班之后回来。妈妈，我刚刚给那个邓帅讲的，我说你明天12点钟，你不是下夜班啊？休息就相当于是休息一天半噻。他就说他们明天下午就过来。哦，要得，我下了班就回来嘛。万一没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先把他们招呼到噻。老二又在上班。嗯，应该时间差不多的。你下班，他们从那边开过来都要开好远了。这样，我送你上班，上了班我回去了。是不是很幸福？还有人送你上下班儿？你不送我，还不找到路啊？哈。